你刚刚为什么让我亲你？我只是想让你好得快一点。我去拿毛巾。对不起，我刚刚不该那么对你。没关系，我家有感冒药，我回去吃了就行了。陈嘉欣，我刚刚不是为了那个破感冒，我就是想亲你。我就是想亲你，我后悔了。我想要小西米，还要和小西米的妈妈一起快乐的生活。我三年前就该认识到这一点。你的愿望，就是我的生日愿望。别说了，别说了。在学校里见到你的第一面，我就沦陷了。你变得那么有自信。你便是那么有魅力，那么快乐，你彻彻底底不需要我了。可是刚刚我看到你照顾我的时候，我又那么快乐。那么幸福。或许在你的心中还有一个属于我的位置。忘不了你的泪，忘不了你的笑，早一点保护好你，早一点真正的了解你。早一点学会去爱惜。虽然我努力成为了一人，但我有的时候还是会害怕，会懦弱，尤其面对你，其实想我了吗？我在楼下，一会儿见。你是要安哪？为何是安哪？你卡好伊到底是要讲啥？伊甲你甲我，咱三个人到底是要安怎？你讲你爱我，伊点点无声，爱你的心情敢讲爱看破？再见。安娜，你怎么来了？想你了不行吗？你干嘛那么惊讶？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快告诉我，有没有想我？呀，你好烫，快过来坐一下。你也太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了，老是让我担心你。你知道吗？他当初就是为了安娜，他让我给他们两个生孩子。这样对我，我到底为什么还要去招惹他？我真他妈的贱啊！
我竟然还觉得他喜欢我。他们两个明明就没有分开。难过拖磨难散又难啊，好好爱安娜，没够来爱过。